但我们早餐完全少做一份，不要吃广东炒面。早上是广东炒面哦，不可能，广东炒面，广东炒面。你说坚果过敏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对不对？那我帮你换一个。你要吃啊？我想做，我要吃。我们自己不能吃坚果，没关系。椰子掉下来在那边。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揿住个钟仔，同埋 like 我哋呢条片啊！